没想到啊。啥打野？艾赫还好吧？你这么想，闪现300秒吸地，用了相当于没有，我们就当他用了。呼叫시험해볼까猪皮저기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打个眼儿的，抽你一下！哎呀，这什么虚区呀？啊？这没打过？这怎么会没打过呢？可惜了。得了，没事，死定了。回合游戏，我的回合。先来个耀光，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这杰好像玩的不错呀。아군이당했습니다모든상황에대비해依你的猪皮走呗！抠你一下，这波不打，下波再说。重印蓝波，确实行。但其实蓝波带啥都一样，无所谓的。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시험해볼까老母鸡回来了적을처치했습니다来了，补不到了。回家。哎呀，这猴推线真慢呐！누가감히내능력을의심하지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出了个反甲，来了个皮孩，365极速，这波应该能找机会杀他一次。
실수에서 배우는 법이지. 走位一下，扣一下，别急。等他猪皮没 ，EA 平 A 滑不溜 A 点圆转扣，再扣再转，平 A，EA 死。听说你的猪皮很厚。 他是我头一个啊，就是老母狙不带点盐的碰着的，头一个。哎，这边兵线是真垃圾，没办法，垃圾也得推，没招了。 打不能走，碰不到我。他一没一，二没大，怎么好好推个线就这么累？回推不过去，回推不过去，妈了个巴子的！那设计师是不是得给你打个电话了？那怎么推线那么费？你瞅瞅人家老母狙，说推就推，你再瞅瞅俺们，你瞅瞅人家这推线能力。 你瞅瞅，你瞅瞅俺们，打个屁呀！这九头蛇，那九头蛇1200块钱呢，谁出那老破玩意儿了？这里插眼了。 敢打？没事，不敢打，你打吧。这红 buff 应该能打得掉，问题不算太大。先把那猪皮打了，猪皮还有骸骨都给他打掉。 这波艾克要到，艾克和康姐没关系，不敢来。我们有传送啊，记着点，我们是有传送的。 漂亮！有没有闪现？这不都得把他闪现打出来吗？有船吗你？你没有传送，这波你回家呀？ 踢皮 了，踢皮我回家。这波我们不交踢。我决定下一波可以传一下下路，或者是下一波假如说被干开了，我们死了，我们可以传一下。这牛头什么皮肤？ 下路随便推，下路这波打起来就是5个人，他们家不敢打，没事。我还真不信他们家敢打这波。
기다렸다고 도저히 막을 수 없습니다. 要不要传一手呢？感觉不用我呀。啊，可以啊。劫不敢上。白传了，白传。不过呢，我跟你们说，有可能我的传送把艾克给杀了，就是他看见我往右边传，他没办法。没打。先把 AD 杀了，再杀刘。我死了没关系，给我都杀，给我全杀了。漂亮，我死了无所谓，我们这边一换三可以接受，把杰杀了再 nice， 杰也死了，这边是一换四，二换四，打小龙吧，这福杰哥一顿收割，我操，这诸告的补兵比我们多呀，又收一波，不打了，艾克可能要来了，这波可能要把我当成突破口，知道吧？不打了，这波啊！直接我连门都不出，我塔下一站。死的那么快吗？那福爷哥，这不能打呀！这打个屁呀！这就别打了。这还打啥？这都死人都死那老些了，还打打来打去的。队友要喷我了，不是队友要喷我了，是你要喷我了。你要喷你就早点喷。队友说话我也听不明白。回家了，我觉得我有点无敌，所以我决定出个黑切。
那小黄毛为啥不往右边闪，要往左边闪呢？这个闪现的位置很奇怪呀。没让我动，这这打来打去的又零换四啦。艾克很难杀呀。我刚这波也有闪就好了，有闪把 AD 能大起来就好打，没有闪不好打。少人没关系，少人刚才他们家差点意思，差点状态还是差点什么玩意儿，反正差点意思。刚才打是能打的，就是没留住人嘛，这波闪现全交了。怎么打信号不听？小龙马上刷就硬要送啊，就两个人搁中就非得要跟他劫打一打。你说我们打条打波小龙团有那么费劲吗？你说为什么就非得要死呢？就搞不明白。你说打了多少个信号让他往后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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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他妈听不明白，跟猪说话呢，真是跟猪说话呢。大招给你放了，打来打打打打打，这波打来，这艾克1000块钱还不给他杀了，连个大都没有。可以大龙，其实可以大龙埋伏，不是我猴急啊！我说实话，这 EZ 是真傻逼，真那289了还上去送，我是不是一直在给他打信号？我要是真没打信号，那倒也行。我们的问题我没提醒他。那我的问题也可以，你说我都给他打多少信号了，不打了。那一个 AD 非得在前杰那面前秀秀秀，不知道在杰面前秀什么玩意儿了，又往上上。你说你等着兵线推回来然后再收兵不好吗？不行吗？就非得要往上走。没有大，等一会儿，啥也没交，刚才还行。别打了，别打了，我没有大招这波，等我大招，等我等一波我大招。不好好玩儿，这旁边都有人，你说那姐敢上吗？他不敢上吗？你等人齐了你再上。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没有大，我没有大，再等一会儿，稍等一下，我没有大呀。
马上回家出黑切呀，差140块钱。别抢了，给我留点钱。我黑切可以打，等一波两件套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杀他们家 AD， 这 AD 不杀不行。蓝博有大有闪现，哎，一定要杀这 ADC 啊！我们一定得把这 AD 杀了，别人可以不死 ，AD 必须得死，我们等于无敌。来，把这老母狙给我杀了，我这有剪甲，死了，大龙能不能打？中推吧，中推中推中推也行。我说了，我们无敌。小龙吧，下波小龙，回家出装备。多带俩针眼，把视野给做了。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大龙的位置全是针眼？发现了吧？这 AD 也是往我脸上穿。这波还是一定要杀那 AD， 别人可以不死 ，ADC 必须得死，必须得死。视野做了，杀 AD， 杀 ADC， 杀 ADC， 杀米拉，给我杀，我无敌，给我冲，全跑了，打小龙。这劫还想过来，我扫一下啊，你先撤你先撤你先撤，死了，烫死了。还好第二件出的是黑切，出的蟹手伤害不够。回家，出蟹手。好快的点炎，不是点炎，那是红 buff 给烫死了。我已经感觉到他要死了。再来一件春哥，最后再出一个死亡之舞，不行。最后再出个什么呢？蓝博的位置为什么每次都不在我们旁边啊？你们看见这针眼没？就得一直拍，这针眼就得一直拍，全是针眼。这位置可以啊！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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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克死了。他必死，可以大龙其实我觉得，我上了，我杀沙米拉，老母狙往哪跑啊？老母狙，老母狙给我，吁，蓝脸汉啊，吁，这是
晋升钻一的一盘，慢一点。稳住啊！这不能上。这要平时我就冲上去干他了，我不可能给他留活路。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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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他们如果不打就算了。TP 回来不用，这波就快点打龙，他们赶不上，对面复活的时间不够。这波可以去下路推，我们已经1000块钱了。这个沙米拉就团战被我们针对死，他必须得死，这英雄收割起来太恐怖。我差一把大剑，出个春哥先。我虽然是血比较多看上去，但其实我们挺脆的呀。这你们要杀我属实是有点过了啊，你们要想杀我属实是有点过分了，那没啥意义呀、啊、你追我。哇，牛头牛哥完了，三级大招没升，但我估计一波了。我说脆，但你技能也不能交我身上吧？我们家最优的就是我了，虽然脆，而且我有 W， 你们的控制也跟不上。杀一个猴属实是不应该。转移了啊，转移了，中间骂了一波小黄毛，给他举报了。咋点不听，咋点。